这个太棒了，我都学着一个盘里了，咱几位的。好，哎呦，没事没事。这掉我腿了。啊，三三。Hello。今天去吃金汉斯，在国展购物中心啊，因为我姐夫来了，他非得要吃金汉斯，对这个情有独钟啊。看了网友评价，所有来吃金汉斯的人都是从。20年前吃情怀啊！第一回来时候在38，现在72。现在72了吗？嗯，几个小时啊？不现实，你也吃不到那钱。好，太好！你不就是为了吃人家牛舌吗？对啊。别的不要啊。这边一个盘里。姐们吃炒饭吗？来点炒饭吧。这都不想吃。你要披萨呀？刚烤。要哪个？我看看哪个好。这培根呢？我们不知道来的是晚还是早啊？这咋啥都没了呢？这是哈尔滨最早的自助烤肉，一个南美烤肉。刚才我吃了一个非常非常的甜，拿的小川菜饭，我咋就想不起来这个叫啥了呢？牛肉跟鸡翅，要要要，都要。这个限量的呀？不限量，但是咱是徐欢家的。啊啊，给我俩吧。徐欢家大哥，稍等会儿。好。牛肉去。我的牛肉、辣椒和鸡翅啊，又来了。这啥肉？鸡肉鸭肉。鸡肉鸭肉。放下吧。嗯。好，谢谢。这是鸭肉，这给的真多呀，接点酱来。好好好，这不烧烤酱吗？他家一直是这个酱，这个牛肉跟水果还可以。你是鸭肉新鲜吗？谢谢。秘制猪肉是吧？是，秘制没有，多给我来点来。那个是啥？鸡心。俺们里这些菜都是为了给肉解腻用，都很清淡，我觉得盐都没打放。没有大块滑给大。菠萝，上面吃啥，哥们儿？肉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这有18种肉，还有个披萨，就是自己取。刚才三三取了披萨，好吃吗？披萨？披萨已经尝了，羊肠，好肠，不过还可以续啊，脆骨肠。这个肠挺好吃的。要，这是刚才给的鱿鱼、羊肉、鸡翅、猪梅肉、菠萝。以前他家限时吗？现在不限时了。不限时。以前不忘了。看你们牛肉好吃。那个给咱上过了吧？哦，够了够了，谢谢。虾限量吗？不限量。都给我们吧。谢谢。先吃到一个人啊。啊好。就大虾，其实虾不大。虾肉可绵可绵可绵了，没有任何弹劲儿。这是啥呀？鱿鱼、鸭肉、猪肉。猪肉来着。好，谢谢。小哥很大方。大呀，也不吃啊。对，我刚吃很多了。好好，够了够了，谢谢谢谢。这羊肉看着真不错。来他家吃饭的基本上都是家庭，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来的。我上一次来的时候，发现那个大学生比较多，这回没有大学生，可能是大学生都放假回家了吧。这个太棒了，我需要。我去。去20多年汉斯，就吃你家牛舌。我都学着一个盘里了，咱几位的。哎呦，没事没事，不要浪费。这掉我腿了。这个行吗？再整点吧，再来点啊。最好是一个一个都扔这里。那也太夸张了，吃不了东西。吃着，不过咱再来。够了够了够了。好的，走啊。那你给我来一片火腿，我就一片去，我尝尝味儿。好嘞，好好，谢谢谢谢啊。每回照死了要牛舌啊，都好费劲。小哥给，嗯，钱要都不给。人好，来姐吧。这个视频发出去，会不会以后大伙来都捧着这小哥要牛舌？老板会不会把他开除？就这样的员工才能吸引顾客。你烤肠要吗？味道可以。这牛舌太吓人了。好吃吗？哎，这表情。好吃不惯。外面烤的好焦，里面好嫩呐、啊，就还有一股味儿，我受不了，就是牛舌都有那个味儿，全是姐夫的了。我给你盘酱，18样基本上都上了，就一个烤香蕉没有，我们也吃不动了，就不等他了。姐夫还有最后一块牛排，牛舌奋力的在吃，吃的好饱，这次吃的很爽，主要是陪姐夫来吃啊。如果下一回姐夫来不张罗吃的话，我估计我近几年不会再来吃了，因为我俩很少去吃自助餐的，主要是那个胃不行，吃不了那么多。好了，我们走了，拜拜。